سوروال دبزور جیندیل او جنوزا وارچوزو زنبایینده بعدام جانادام اونگور زورو ماون بدرگر بامازردو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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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 lo du du ni edam da nya da nam darosa cheniye dongga jup

把格的当安转度，什么多？能把的结将拉向转落。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啊、呃、讲这个，继续讲这个圣道饱满轮啊、呃。那么停课之前呢，大家啊、呃、要发菩提心啊、呃。我们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首先啊，我们就是发心自己成佛，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也就是度化众生。嗯，但是这个度化众生呢，也需要有方法。嗯，有如果有了，如果没有这个方法呢，那我们发心发的很好，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需要有方法。那、嗯啊。 那么方法是什么呢？方法是首先我们自己成佛，嗯，咳咳自己成佛了以后呢，才能够度化无量的众生。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一生当中，嗯，比如说我们啊、呃、不成功啊没关系，不成功是什么？我们从今天的我们咳咳啊世俗人的这个啊这个价值观啊，从这个标准来看，成功是什么？有钱啊就是成功。 嗯，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不成功，也就是说没有太多的钱啊，没关系啊，只要能够啊、呃、能够啊、呃、活得下去，能够生存，嗯，这样子的话，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嗯，不是很大的问题，没有不成功，没有太多的钱，不是很大的问题啊，啊、呃，没有权利啊，就更不是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更不是很大的问题，嗯，有权利、有钱啊，这些，啊，实际上有多大的意义，大家都啊，这些年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了，所以啊，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必须要有这个菩提心啊，必须要有一个一个长远的一个人生的目标，这个才是最重要啊。 所以我们的长远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成佛啊、呃，就是度众生。嗯、呃，这个才是，呃，这个最终极的，也就是最值得的，也就是最理想的这个目标啊、呃。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必须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呃、我们，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到到现在。 啊，这样子在轮回当中啊，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啊，经历了无数的这个生死轮回，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目标，没有这个人生的目标，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目标都是眼前的利益，就是名利啊，那么这些名利。 呃，在世俗当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命力，即使是拥有了名和利，那么他也就是、呃、只能啊、呃、拥有，就是短暂的，比如说十年、二十年、几年啊、呃，以后就是这些都啊、呃、都带不走。然后呢，也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每一次虽然是这个生。 啊、呃，经历了无数的生死，或者是我们啊、呃，已经进化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无所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生的目标，没有一个整体的目标。每一次的这个人生，每一次的这个目标啊、呃，都是名利。 啊，这样子的东西从来都我们的目标从来都没有超越过命和理的这个范围，所以我们今天什么嗯嗯，这个一无所有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次这一生当中呢，无论如何就是要建立一个一个这个生命的一个总的啊目标，那这个目标就是成佛啊，这个叫做成佛。所以。 呃，大家一定要这个呵呵发菩提心，这个特别的重要。前几天啊，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了，要教直条啊、呃，这个我们不考试啊、呃，不需要背书哦、呃，不需要这个讲考，我们这些这些考试都不需要。但是呢，还就是有一个啊、呃，有一个考试什么什么呢？就是一个实修实证的一个考试啊、呃。那这个我上次提到了三个问题，一个。 我们从学佛到今天啊，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放下了什么啊？也就是说，学佛让我们放下了什么？首先必须要谈第一个啊，啊、呃，大家要这个思考一下啊，要这个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学佛之前是什么？学佛了以后是什么？学佛让我们啊。 放下了什么？修心让我们放下什么？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让我们放下什么东西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思考题啊，这就是第一个思考题嗯。嗯，第二个思考题是什么呢？就是学佛让我们拥有什么，或者是获得什么啊？学佛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大家要思考一下啊、呃。这个、呃、比如说我们考试。 啊，背背背书，啊、呃，还有就是讲考啊啊、呃呃，还有我们平时还有就是讲啊，我们啊、呃、就是比如说意念当中念了多少轴啊、呃，刻了多少头，啊、呃，这些都不说。现在我们就是讲这个内心的一些一些咳咳这个感受啊，那就是学佛以后呢，在内心当中啊、呃，让我们获得了什么，就是要要要思考这个，就是。 第二个思考，嗯，思考题。第三个思考题就是学佛啊，让我改变什么啊？有些是原有的东西放下了啊，有些是以前没有的东西啊，让我拥有或者获得啊；有些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就得到了一些改变啊，就是这三个啊，每一个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这个。 要写啊，这个学佛的这个这个心得啊，每一个人都要写，就是再也不不不替我们啊刻了多少头啊，念了多少咒啊啊这些，当然五加心的这个数量是要完成的，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这个考试题啊，都不是这些数量，这些数量都不讲，我们这些外在的啊，能够背多少书啊，然后呢，啊这个。 呃，讲五部大论讲的多好呀！啊、呃，这些我们都不就都都不太，这都不是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啊、呃，不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考试题啊，啊、呃，也不是这个念了多少啊周啊刻了多少图，这些都不是啊。这是这一次呢，就是必须要每一个人都要去去思考啊，就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佛法让我改变了什么啊？让我放下了什么？让我拥有了什么？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呃？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实质性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的学佛都是表面上的，嗯，这、就是表面，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就建立不弃这个人生的目标啊。那么其中一个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思考题就是啊。呃 学佛让我拥有什么，获得什么？那这个里面就有出离心啊。我们这这这么这么长时间当中学佛，我的这个学佛，我自己的这个文思，有没有让我升起出离心？这个要去思考啊。第二个呢，啊，这个这么长时间听了那么多的这个大乘的佛法啊，那么这些文思。 有没有让我升起菩提心啊？有没有让我获得菩提心？有没有让我拥有菩提心？就是要去思考这个啊。正悟空心，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讲啊，暂时还不讲，因为我们都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都是这个初学者啊。作为一个初学者啊，谈空心或者是啊，这个正悟空心这些呢，可能。 还还有有可能啊、呃，这个绝大多数的来呃人来说，目前啊可能这个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很成熟，所以呢，我们啊、呃、不讲这个真无和不真无，这是以后的，这是以后的事情、嗯、啊。这个活得这个里面啊、呃，就是要考虑要去思考有没有处理心啊、呃，有没有菩提心啊、呃，还有以及其他的嗯，然后让我放下什么。 啊，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去思考放下有没有放下诚恨心啊，有没有放下这个过度的欲望啊？学佛就是学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们今天不一定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下所有的欲望，这个很难。但是呢，这些过度的欲望啊，过度的欲望有没有放下啊？还有嗔恒心有没有放下？ 还有就是这个嫉妒、傲慢啊这一类的，啊这个烦恼啊有没有、呃、放下啊？也也我们并不是说绝对的放下，就是说相对的放下有没有放下？放下了多少啊？哦，这个要去思考，这个是我们的思考题，啊、思考题啊，然后改变了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性格、脾气啊等等。 对这个金钱的这个看法有没有改变啊？对这些世俗的名和利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对佛法的这些一些价值观啊，这些有没有这些对这些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就是要写这些东西啊 <coughs>。如果写不出来啊，没有什么心得的话，那还是要还是要讲班啊，还是要到这个最最最基础的这个班里面去学习啊。<coughs> 呃，这个很重要的，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思考啊、呃。其中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菩提心啊、呃，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啊、呃、这个讲课之前呢，也就给大家提心啊、呃，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啊、呃，这个特别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啊、呃、听这个圣道帮忙论的课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发菩提心啊、呃，大家要想到我一定要。 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啊，那么怎么样度化呢？就是我首先我要成佛，我成佛了以后呢，我才能度众生，所以我一定要成佛啊！为了成佛啊，我今天就是听这个圣道宝曼论的课，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学习修心啊，闻思修啊，这样子发菩提心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这个经，呃，讲这个圣道宝满论的啊、呃、最后一个章节啊、呃，那么这个也就是第二十八，第二十八堂课。那么这里面呢，啊、呃，讲的是什么？讲的都是秘法的啊、呃、内容。嗯，第二十八堂课这个叫做，呃，十相，呃，十相。 大乐人云之城啊，大乐人云之城。首先啊，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里面有几个佛教的这些，呃，专用的名词啊啊。平时我们把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语言啊，佛教的一些书语，一些佛教的一些专用的词，啊，翻译成现代的这个语言讲啊。 但是有几个啊、呃，有几个这个佛教的这些用于这个专专用的字是是没有办法翻译到这个现代的现代的这个，呃,呃语言啊，那、呃、首先，大乐啊，就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啊，我们首先要接、呃、要要解释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大乐啊，快乐啊，就是大乐就是快乐。 啊，其中就是快乐，讲的是快乐。那、啊，那么平时我们没我们的这个啊，啊、呃，对这个快乐啊的这个认识、嗯、啊和定义是什么呢？啊，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感官啊去接触外在的这个世界，然后呢，从这个当中啊，我们的感官跟外在的东西。 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呃，就产生一种感受，就产生了一种感受。嗯，那么这个感受呢，所有的感受都不超过三种感受啊，一个就是痛苦啊，一个是快乐啊，另外一个叫做物极的感受啊，物极的感受呢，啊，既不痛苦也不快乐啊，一般的。 啊、呃，感受啊，所有的感受都可以归纳为这三种三种这个、呃、感受。呃，其中的这个、呃、啊，除了这个误集和痛苦以外的这些所有的感受啊，都叫做快乐啊，行福快乐啊，这样子、呃。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乐就不是啊，就不是这个这个意思。 潮记的快乐啊，这个里面呢，为什么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啊？为什么叫做大乐呢？啊，失速的所有的这个快乐，失速的这些快乐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当我们的某一种感官跟外界接触的时候所产生的啊，这个感受当中的其中一个呃、啊，这感受叫做这个。 快乐，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快乐，包括人天啊、天人的啊、天人的这种这种快乐，也都不叫大乐啊，都是世俗的、优乐的啊。咳咳 因为这个快乐就是短暂的，然后这个快乐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所以它只是一个，是一个相对的这个快乐，它根本所以它不叫大乐，嗯，这个不叫大乐啊。那么，呃呃，然后大乐就是大快乐啊，超级的这个快乐，超越一切世俗的感觉、世俗的感受的这个。 这个这个啊，这种快乐，嗯，秘法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胜乐金刚啊，胜乐就是非常殊胜的快乐啊，殊胜的快乐和大乐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嗯，然后这个大乐和殊胜的快乐，一般都是都是这样子的这个词啊，这样子的词。 词汇就是出现在什么里面呢？就是在秘法里面啊，一般都出现在秘法里面，尤其是在无上秘法里面，在仙宗里面呢啊，一般都比较比较少啊啊。那么这大乐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有三个意思啊，三三种不同的意思啊，三种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啊。 它为什么叫大乐啊？刚才我们讲了，它不是我们啊，这个平时我们啊咳咳觉得幸福的或者快乐的这种感受，它不是这种感受。嗯，那么它不是幸福的，不是快乐的这种感受，那为什么它叫大乐呢？啊，那为什么叫做这个咳咳快乐呢？因为有三个原因啊，所以。 它叫做这个大乐，它不是我们的这种啊，我们认为是快乐幸福的这种感受，但是呢，它有另外三种原因啊，所以叫可以叫它为这个大乐快乐啊。那这三个是什么？第一个啊，它远离了世俗的所世俗的啊，这个我们平时讲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 三种感受里面的痛苦，他远离了这这个痛苦，没有这种痛苦。还有就是他远离所有的这个有漏的啊，有漏的东西。嗯，所以他叫快乐啊，这是第一个。嗯、因为因为这个有漏的，凡是有漏的东西啊，凡是有漏的东西，有漏和无漏，我们。 前几天简单的介绍过啊，凡是有楼的，有楼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世俗的能够会导致轮回的啊，就是这种啊，这种这样子的这个，无论是善恶啊，都叫做有楼啊。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有我执，在我执的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啊，所做出来的一切也叫做。 啊，也叫做这个，呃，有楼，也就是说，跟这个政务空心的空心简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愿力空心简的啊，这些山阿啊，都叫做有楼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乐，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光明。 啊，心的本心，如来藏，心的本心，佛心啊、呃，那这个心的本心，它就是原理了，它就原理了所有的啊，原利了所有的有漏之法啊，所以啊，叫做大漏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嗯，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嗯，呃、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个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如来藏，它原理了所有的轮回之法啊，世间之法啊，轮回的因和果啊，在佛心如来藏啊，从他的角度来讲啊，不存在任何这个世俗红尘因果啊轮回之类的所有的这些啊这些。 呃，有为的东西有为法，那、啊、也就是说，原利了，也可以这么简单的说的话，原利所有的轮回之法啊，也就是原利了轮回。简单的说，最简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就是说，因为它原利了轮回啊，所以也叫做大乐。这是第二、嗯，这第二个原因，第二个这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呢？ 心的本性啊，我们的心的本性，如来讲，它是永恒的、永恒的，它远离了所有的无常，那、嗯、远离了所有的无常，所以也叫做大乐啊。就这三个原因：第一个，远离所有的有楼房啊；第二个，远离了所有的轮回；第三个，远离了所有的无常啊，所以叫做大乐。 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啊，远离轮回的，啊，远离忧漏的，远离无常的，它到底是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也就是我们前上一堂课里面讲的即到过里面的这个即啊，在密法里面呢，啊，这个叫做即徐啊，徐就是密宗的徐部啊。 因为密宗他认为众生和佛是一个连关的啊，连关性的东西。仙宗的普通的仙宗，他认为众生就是啊不清净的，佛是清净的。把众生的不清净的啊断除了以后呢，才能够有佛，所以它不是连关的啊。然后密法呢，他觉得众生和佛的这个本质啊是。 是是一致的，是一体的啊，所以它是连续的，连续的啊。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外表啊，外表形式上，众生和佛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它的本质啊，它的本质是一致的，一体的。所以呢，密宗里面呢，就是在每一个，比如说极刀国。 这些上面都讲加加一个徐字，徐字继续的徐徐字啊，包括这个密宗的这些金书啊，也叫做徐补徐补，为什么叫徐部呢？因为他在讲啊，这些密法的书，他在讲众生啊，即是佛，佛即是众生，在他们的本质上啊，是连续的啊，是一体的啊，这么讲。 所以呢，啊、呃，叫做徐啊、呃，所以密法就是这个大乐啊、呃，叫做这个继徐啊，继刀过是我们上一堂课里面讲过了，这个继徐，密法里面呢叫做继虚啊，现宗的佛经里面啊就叫做佛心啊，佛心啊，第三转法轮里面就讲佛心如来藏啊，第二转法轮里面就讲空心。 啊，空心，其实这些都是不同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意思啊，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楼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首先，实际上在讲什么？实际上就在讲佛心啊，佛心、如来藏啊，还有这个心的本行。发生啊，佛的发生、宝生、花生当中的发生啊。 佛心啊、哦，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啊咳咳，一个意思，不同的名称啊，不同的名称，内容都是一样的啊，这叫做这个大乐，就是这个，啊，叫做大乐。然后人云自称啊，人云称久，或者是人云自称，嗯，为什么叫人云自称呢？嗯，因为这个大乐或者是这个佛心。 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的本性，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永远都是这样子。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是人云之成的，不需要现在啊、呃、重新重新获得啊、呃。这个并不是说，我通过我们的修心得来的啊、呃，创造的啊、呃，它是人云之成，它是无始以来就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有发现而已。所以叫做啊、呃，所以叫做。 人云之城啊，人云之城，人云之城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佛心啊，佛心，佛的法身，嗯，就是人云之城。啊，这叫做这个、嗯、大乐人云之城啊，十相大乐人云之城啊，下面讲的这个十相全部都是讲密法。 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讲因为啊，因为所有众生的心的本性是发发生啊，心的本性是发生，佛的这个发生，化身、包身当中的发生啊，发生，所以啊，所以呃，大乐人云自成啊，下面讲的都是这种方式啊。 为什么是大乐人运支称呢？因为所有的众生的心的本心是本来就是发生啊，本来就是发生。嗯，这个十相里面前面两个啊，前面的第一第一和第二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啊、呃，这个，啊，讲的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祭到“国”里面的“祭啊，也可以说，也或者是我们可以说这个。 在将我们的心的本性啊，第一和第二，在将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我们的心的本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我们啊最不了解的，我们的真正的盲点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很多外面的东西啊，尤其是这个高科技啊发发达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很多，比如说啊，这个出了这个。 不不仅是地球上的东西，而且啊、呃，还有这个，比如说还有太阳系的啊、呃，还有就是宇宙的啊、呃，外太空的很多很多的知识啊、呃，很多我们很多都懂啊、呃，但是呢，唯一的我们不懂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懂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不懂啊、呃，这就是我们的盲点，也就是我们的就这个所有的问题的这个。 啊、呃，根源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不了解啊、呃，万事万物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这变化啊、呃，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这个知识啊、呃，没有给我们啊、呃，这个解决最最最根本性的问题。嗯，咳咳那是因为我们啊、呃，不知道心的本性是什么啊、呃，不知道心的本性是什么，所以就是没有给我们解决啊、呃、什么。 啊，问题那、啊，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就这个生啊,啊，我们的所有凡夫啊，所有的普通人都有贪嗔痴啊，这个就是八万四千个烦恼啊，八万四千个烦恼，也就是说无数的烦恼的根源啊，就是这这个三毒，就是贪嗔痴啊，因为有了贪嗔痴。 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也感觉不到幸福。再有钱啊，再有权啊，再有名啊，但是一样的不幸福，一样的不幸福，一样的不快乐。这些所有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心的本性，也就是说，啊，因为我们没有解决这个三毒啊，所有烦恼的这个三个根本。 没有解决啊，没有参出这三个三个这个根源烦恼的根源啊，所以，在外表我们外表上啊，再成功也好，再怎么样也好，不幸福的原因，不开心的原因啊，不快乐的原因，也就是这个。然后呢，这不仅仅是眼前，而且生生世世啊，生生世世，我们每一次啊。 来的时候也就是一无所有啊，然后走的时候呢，也就是两手空空的回去，也是一无所有。这都是这都原因是什么？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心啊，不了解自己的心。如果了解了自己的心啊，如果我们了解了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的话，那就那就很简单了啊。如果我们能够能够啊这个。 真悟了自己的心的话，那就是自己可以可以度自己啊，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自己完全可以度化自己啊。这个五五祖弘忍大师的啊禅宗的第五祖弘忍大师的最上乘论啊。 这几个论点，我跟呃，我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大目珠师的几个小的论点，还有就是物珠的这个这个几个论点啊，这个论点我非常的喜欢这几个论点，因为这里面讲的讲的非常的清楚。实际上秘法就是这个啊，大圆满也就是这个，大寿音也就是这个，只不过大圆满和大寿音的这个讲的稍微清楚一点，稍微清楚一点，然后呢。 政务的这个方法稍微具体一点而已，实际上啊，内容呢就是就啊就没有办法超过这个啊。那么这个《最上层论》里面讲，众生失心自度，佛不能度众生啊。这个什么意思呢？识就是认识自己的心啊。如果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啊，任何一个人。 如果他自己实心，就是认识了自己的心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真武啊。真武是什么？真武就是认识了自己的心，叫做真武嗯，不认识自己的心的时候叫什么呢？叫迷啊。认识了自己的心的时候叫什么？叫武啊。叫了武叫武啊，然后武的时候是什么呢？武的时候啊，武的时候就是。 就是佛啊，因为佛为什么是佛？因为佛啊，他自己证悟了啊，证悟了，所以呢，佛就这，所以成佛了啊。然后众生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是众生呢？因为他不了解、不认识自己的心啊，他不认识自己的心，所以呢，众生就是这样子啊。咳咳 他一直都是啊、呃，在这个轮回当中受苦的主要的原因啊、呃，就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啊、呃，所以这样子。所以呢，那、呃、世性就是认识自己的心，这个我们反复啊，反、呃、复当中没有一个是认识自己的心，啊、嗯呃，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心，所以啊、呃，我们的心。 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很多的烦恼，就是贪嗔痴啊。我们的心为什么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啊？它为什么就是就是这个烦恼的这个根源呢？它就是所有烦恼的这个圆圈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它啊，不认识它，所以不认识它的时候呢，然后在我们的心中啊出现啊这个。 八万四千啊，八万四千，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就是意思就是说，有有无数的意思，就是无数的很多很多的意思啊，无数的烦恼是我从我们的心里啊产生原因啊，就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心它本身啊是烦恼，它不是它本身不是烦恼，就是我们自己不认识它啊，不认识，也就是用啊用另外一个。 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因为不没有真悟啊，没有真悟，所以啊，我们的心就是变成了所有烦恼的这个源泉啊，所有烦恼的源泉，所有烦恼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啊离出现啊，这样子以后呢，终生啊，就是啊，就就就变成了人，就变成了这啊这个呃我。 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变成了凡夫，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要认识自己的心是很重要。我们今天修菩提心、修菩提心啊，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识心啊，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心。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啊，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不贪背了多少书，能讲的好不好、结实的心，嗯，好不好听啊？我们就讲啊。 放下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这三个，也就是说，意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学佛有没有让我们啊啊这个嗯，失、啊、心还还早啊，但是呢，有没有啊这个稍微啊这个离真悟近一点啊，稍微离真悟近一点啊，有没有这就是这个意思。众生失心自毒啊，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心。 证悟了以后呢，不需要佛来渡我们，自己可以渡啊。佛不能渡众生啊，佛没有办法渡众生的。嗯，这个就是佛教跟这个西方宗教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啊。佛教就是说佛没有办法渡我们啊。 咳咳要自己要度自己啊！那佛没有办法度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佛呢？那佛给我们起到什么作用呢？嗯，佛就是教我们啊，怎么样去实心的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佛告诉我们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方法掌握好了以后呢，啊，剩下来的所有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完成，所有的工作自己去完成，佛帮不了啊。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讲的非常的啊，非常的好，呃，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心啊，这个就是最最最重要了。那么心是什么样子啊？这里面讲心是什么，我们的心是什么？首先就讲这个是，他首先讲了这个这两个里面呢，第一个是讲光明的部分啊，第二个就是讲空心的部分。嗯，首先说啊、呃，因为 所有众生的性的本性、呃、啊，是法身啊，是法身啊，是法身。所以啊，所以大乐之人云之成，就、嗯、是说，因为我们所有人的性的本性啊，有钱的没钱的啊啊，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啊，所有的人的性的本性啊，还有就是。 啊、呃，不但是人啊，所有的动物，包括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啊，就在这个恶鬼道里面正在受痛苦的这些众生的这些众生的心啊，包括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所有众生的心啊，他的这个本质啊，他的本质是什么？他的本质就是这个法身啊，就是佛的三身当中的法身。 因为他的这个呃本质，因为心的本心的本心本质就是发生啊，所以呢啊，所以我们的啊我们的这个、嗯、呃呃心，它天神啊就是这个啊大乐，嗯大乐是人云之成的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什么是大乐，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大乐、嗯、啊，人云之成的。 好、啊，这是这个圣道鲍曼论啊里面讲的啊，也就是这个就是密法，也就是嘎居派的这个大寿音啊，然后宁玛巴的这个大圆满里面也就是这样子讲啊，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禅宗怎么讲啊，禅宗刚才讲的是密法的啊，密法讲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这个禅宗怎么讲。 啊、呃，无足弘任参实的这个最上乘论啊，这个论点啊，我曾经也讲讲过很多次了，这这这几句话啊，今天还要讲。然后这里面讲问曰啊，何知自信本来清净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是本来清净呢？大曰：是谛经云，众生神种有金刚佛心啊。 所有的众生的这个心里面啊，我们所有众生的心里面有一个啊、呃、金刚佛心，嗯，有金刚佛心，是什么样子呢？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啊，日轮啊，日轮，无论是有在空中有乌云的时候啊，或者是没有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能看到它的时候。 或者是看不到它的时候，它永远都是啊，替名圆满啊，它永远都是圆满。嗯，咳咳我们看不到，并不是说啊日轮不圆满，而是我们看不到啊啊阴天的时候有乌云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是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这个时候啊日轮不圆满，而是因为乌云啊被乌云。 啊，遮盖看不见啊，它永远都在这个空中，它永远都是啊，这个圆满的。嗯，<coughs> 日轮就是这样子啊，替明替明，就是说，它无论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啊，白天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它永远都是光明的、嗯、啊。然后圆满啊，我们比如说啊，有有乌云的时候，没有乌云的时候，任何时候。 它都是圆满的，它都是圆满的，所以它永远都是提名它永远都是圆满，广大无边啊！它的广啊是广大的、无边的。嗯，那只为呃，只为无云啊，只为无云黑呃黑云所服。这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就像日轮一样啊。 但是我们看不到，是他是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啊，他是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是一个高呃呃是是这个呃呃圆满的啊呃提名圆满的这个光大无边呢、啊，光大无边它不是说不是不是讲的是这个比喻啊，光大无边是讲我们的心的本性啊，这个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光啊、呃，不是说日光，我刚才说错了，不是日光啊。这个是呃，犹如日轮提名圆满啊，这个是这个就是讲日轮啊，提名圆满呢，日轮也有这个特点，然后我们新的班星也有这个特点，嗯。 然后这个广大无边啊，广大无边是不是讲日论，就是讲这个，不是讲这个比喻，就是讲我们的心的本性。心的本性啊是广大，嗯，为什么心的本性是广大呢？难道心的本性还有大和小啊这样子的分别吗？没有，没有大和小的分别，所以叫做广大啊。 就是因为它远离了所有的大小，它远离了所有的这些大小、大小的分别，所以叫做光大啊。证悟了这个空性的时候，我们的心的本性就是无处不在啊。无处不在，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理解呢？比如说虚空啊，比如说虚空啊是无处不在，嗯，太空是无处不在，广大。 啊，无边，太空是无处不在，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物质的东西，嗯，它不是一个有心有想的东西啊，它是，它是空，它是虚空啊，所以呢，它是光大无边。任何一个有心有想啊这样子的物质，它不可能是光大无边，嗯，啊。 都是有有有这个有局限性的啊！任何一个有香有心有烟丝有心装的物质啊，或者精神啊，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一个东西不可能是光大无边那、啊、无边。嗯，唯一就是心的本性是光大无边。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心，没有没有有心有色啊，所以它是光大无边。 真悟了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啊，真悟了空性的时候，嗯，就是像啊，这上次我们也也讲过，比如说啊，比如说就在啊，比如说，比如说啊，一呃一呃，比如说在这个呃四周都是大海啊，上上空都是这个虚空啊，蓝蓝的这个天空。 啊，然后呢，周边都看不见啊，任何一座山和树木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蓝天和这个大海当中啊，然后呢，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啊，这个漂泊的时候呢，然后或者是一个小船啊，就是漂泊在这个海呃大海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是看不出啊、呃、这个海和看不出这个蓝天的边际。 啊，就是无变的、无际的啊。那真无空性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感感感受。嗯，这大圆满里面也经常讲到，在这个禅师的这些语录当中呢，也经常有经常讲到。所以它叫做广大无变。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是大小的大啊，那不是大小的大，还什么大呢？啊，这就是只能用这样子的语言来表达。 为什么叫光大呢？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边际，它没有任何的局限性啊，所以叫做用这个“光大”这两个字。但是呢，它不是大小的大，只能是这样子讲：光大无边。嗯，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佛心，那我们为什么不感觉不到呢？啊，只为乌云黑云之所覆。 啊，就是覆盖了啊，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乌云，乌云啊，有了这些烦恼啊，所以就是我们看不见啊它的本性。这个不，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啊，就像有黑云遮盖热轮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太阳，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嗯，一样。还有一个比喻啊。 就是如瓶类灯光啊，比如说，比如说，我们把灯光啊，一个酥油灯啊，装在一个啊，装在一个这个瓶里面啊，装在一个容器里面啊，不是玻璃的啊，那么就是在外面是没有灯光的，看不见这个灯啊，就把一把就把就把一盏灯啊，装在一个壶里面啊，装在一个壶里,、啊、里面。 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灯光从外表是，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里面是光明的啊。这个光是永远都存在的。同样的，我们的这个无云啊的本本质啊，尤其是无云的本质，就是我们心的本质。其实，万事万物的这个本质就是心，然后心的本质啊，就是这个光明。 心的本质就光明，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的本质上面呢，它就像一个湖里面或者瓶里面的啊这个灯一样，它永远都是光明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个湖或者是瓶啊，就外面就看不见光啊，看不见光，但是它是存在的。嗯，咳咳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回啊，从外面。 啊，是没有办法招招。还有继续讲啊，比如诗见云无八方居气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云无八方居气的时候，天下阴暗啊，这个时候就天下阴，日气灿烂也啊，这个时候呢，日光怎么灿烂呢？啊，没办法灿烂，为什么呢？八方啊，去了那么多的乌云。 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天下阴暗啊，这个时候就是日光是不会灿烂的啊，怎么灿烂？嗯，河谷无光啊，这什么？为什么没有光呢？光源不坏啊，这个时候说光源是什么？光源就是就是太阳啊，光源就是太阳，太阳这个时候有没有？有啊，这个时候还在啊，一样的存在，嗯。 但是为什么没有光呢？啊、呃，就是只为无云所服，啊，就是因为被无云啊覆盖啊遮盖，所以呢啊就是看不见。同样的一切众生啊，清净之心，清净的心是什么？就是佛心啊，就是如来藏，一切众生的清净佛心。嗯，移夫入室啊，也就是这样子的。嗯，移夫入室。 只为盘元啊！因为我们在诗书当中去盘元，王年、烦恼、铸剑啊，铸剑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剪剪斜剑、铸剑黑云啊，这些都像黑云一样的，像盘元呐、啊、忘年呐、啊、烦恼啊，这都像黑云一样啊。这些黑云有了这些黑云，就把这个啊这个如来藏啊被这个遮盖。 就没没办法啊，看见，但能凝然受信啊。但是呢，如果能够静下来，安然的去受信，就是去看心，观察自己的心的话，妄念不生。这个时候，涅槃法自然显现,现。哦，这个涅槃法就是刚才讲的讲的这个大乐，自然显现,现就是人云自成啊。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呃，涅槃法自然显现,现，这个叫做大乐人云之成。不同的这个啊，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词汇在讲，在表达啊，同一个内容。故指性本心清净啊，所以我们知道性的本性是清净的啊，这个是。嗯。 啊，非常有意思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啊，理论上啊，可能是能够能够能够理解啊。如果理论上这个能够理解的话，那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报啊。《第三转法论里面讲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内容，就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高深的这个啊深奥的这个啊内容。如果我们听到了这样子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啊。 不排斥啊，然后能够接受的话，那这个是很大的福报。这个就是说，佛经里面，如果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这个佛力啊，这深奥的道理的人、啊，他的福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种人在这一世当中，比如说，呃、啊。 稍微遇到一点点这个痛苦，比如说生病啊等等，连这样子的这个很小的痛苦都能够牵出啊，能够替代他的啊这个堕世当中，或者是一很多大劫啊当中堕地狱的这些罪罪业啊，也就是说啊，就是就是成千上万年堕地狱的这些罪过，也就在这个人间啊。 生一点病啊，都可以代替啊，都可以这个消除，因为因为这个是因为他能够接受这样的的这个这个见解，因为很大的福报啊，所以啊，这种人的这这种人的这些堕地狱的这个罪过，都能够在这一生当中一个非常轻微的痛苦就可以可以把它啊替代了啊，解决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很大的福报。 啊，这个是第三专法论的先宗的论点当中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啊还没有证悟，这个没关系，只要在理论上啊理论上能够接受，都已经是很大的福报了啊。这个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理解的，这并不是所有的佛教徒能理解的啊，很多佛教徒也不能理解啊。 很多很多，很多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啊，终生就是烦恼不清净啊，把这个不清净的烦恼的东西断除了、参除了，彻底的把它消灭了以后呢，然后就重新会诞生啊一个佛国啊，这叫做成佛、哦。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观念就是这样子，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啊目前的。 啊，这些里外内里里外外的这些所有的精神物质啊，这都是不清净的，所以把它要彻底的消灭啊，一定要彻底的远离它，才能够有机会啊，才能够有机会成佛。佛跟这个现在我们的无云跟佛是完全是啊对立的、矛盾的啊，这样子认为。 这个时候呢，把这样子的这个、呃、烦恼啊，全部铲除了以后呢，才能够全部的这个烦恼都断除、断掉了以后呢，啊，才能够有机会啊成佛。否则的话，就是永远都没办法，啊，永远没办法这个成佛。这个就是绝大多数的啊、呃，这个佛教徒啊，都这么认为。还有绝大多数的大乘佛教徒都是这样子啊啊。 小乘佛教徒呢，就更不用说；大乘佛教徒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啊，少数的啊大乘佛教徒，然后密法里面呢，啊这个讲的特别特别的清楚。然后大乘佛教啊，也就是大乘佛教第三转法轮啊，能够接受第三转法轮的啊这个大乘佛教徒啊，那他就能够接受这些。 啊、呃，这些观点，这些观点都是非常，这些见解都是在佛教里面是最顶级的啊见解了呃。呃，这个理论上知道了啊、呃，也叫做见解啊，体会到了啊、呃，感受到的时候呢，就叫做真悟啊、呃，这个时候就叫做真悟。嗯，啊、呃呃，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呃，这是第一啊、呃，这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它是永远都是光明的啊，它是佛心啊，都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个。呃、啊，然后就是将第二个，也将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然后第二个就是将，嗯、因为啊，因为发心啊，发心就是一切法的本心啊，发心就是一切法的本、啊、心的本。 因为法行法解，原理所有的呃，远离所有的这个西论啊、呃，原理一切有相西论，嗯，所以啊、呃，这个大乐人云自成，嗯，这是这是讲什么呢？这就是讲第一个发心啊，万事万物的本心啊，叫做法心，嗯，第二个就是说。 法界啊，其实法界、法心就是一个意思啊。法界，多数就是讲这个空心的这个一部分，但是其实也也也不一定的啊。比如说《赞法结论》啊，《赞法结论》里面讲的这个法界呢，它讲的都是心的本心、光明佛心，它并不是讲空心啊，它不仅仅是讲空心，它是讲光明。嗯，嗯但是。 很多时候啊，法界呃，就是讲这个空心啊，讲空心的一一啊，空心的这个呃方面啊，空心啊，空心和这个佛心啊，或者是空心和光明是是一个因比的两面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啊，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讲，嗯。 那这个是讲空性的方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心的本性啊是什么样子呢？它是远离所有的西论啊，西论是什么意思呢？西论它以前就是指的是一种啊，啊没有意义的、没有实质意义的一些言论啊，但是呢。 它也不仅仅是言论，实际上就是这些虚幻的、没有实质意义的啊，这些假的东西啊，都叫做西论啊，都叫做西论，在、啊、佛教里面都叫做西论啊。那虚论是什么？啊，虚论是什么？没有实质性的、虚幻的、虚拟的、假的啊，是什么？就是这些施术啊，无云，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蕴啊，有为法。 啊，就叫做由为法。嗯，这由为法啊，或者由未法，或者这个施宿啊，施、呃、宿的东西，嗯，在这个法界当中啊、呃，远离所有的施宿啊，远离所有的这些西论啊、呃，所以就是人云之成啊、呃，这个是大寿音讲的啊、呃，大寿音就这么讲，呃、大寿音怎么讲？然后这个除了大寿音以外呢？ 啊，大圆满也是这样讲啊，也就是所有的这这这这个，并不是说大寿音和大圆满才这样子讲啊，所有的无上密宗都讲这个啊，所有密上无讲密密呃，尤其是像十轮金刚啊，就是十轮金刚在所有的这些密法里面呢，十轮金刚和这个大圆满。 啊、呃，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就大家都认为这两个是最殊胜的啊。为什么这两个最殊胜呢？因为这两啊这两部经，这两部虚部，就是把这个，呃，佛心、如来藏，也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讲得最清楚、最透彻。所以啊，这两个是最最最殊胜的。嗯，法它没有殊胜不是不殊胜的区别，但是呢，因为它的表达的方式啊。 表达的这个清晰度啊、呃，表达的程度、表达的深度不一样，所以就是虚部也有啊，高深高低之分别。嗯，那么刚才讲了这个，呃，圣道饱满论就讲第二个，就是讲啊，因为我们的啊，因为因为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本心法心是远离一切戏论的，所以人云大了，人云自成啊。 那么现在，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禅宗怎么讲啊？大木住持怎么讲？大木住持的《学昧论》里面啊怎么讲？大木住持《学昧论》讲，佛者以明发圣啊。什么叫做佛呢？也叫做法身啊，就是实际上法身、报身、华身，这个叫做佛的三身啊。 其中真正的佛是发生啊，真正的佛是发生，然后报身和化身呢，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啊，度化众生，从这个发生当中显现,现出来的啊，显现,现出来的一种，啊，一种这个度众生的一种有心啊、有想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身体，嗯。 实际上这些都不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这些神色啊、呃、颜色、声音，这都不是佛。真正的佛是什么？就是法身才是真正的佛啊。所以这里也讲，佛者一命发生啊。佛，你啊的这个也叫做发生啊。佛也叫做发生。一命本心啊。 也叫做本心啊，本心就是本来的心啊，本来的心，本来的面目。禅宗今天经常讲本来面目啊，也叫做本心啊，佛、法神、神本心。都叫都是佛的意思。那么，什么样的是本心呢？什么样的是这个发心啊？这个，呃，发生呢？慈心、悟心、想啊，就是说这个心。 啊、呃，是没有心想的啊，它没有，它不是圆的，它不是方的，它不是长方形的，它不是散角性的，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形状，五心相啊，没有颜色、嗯、啊，五心相，无因果啊，这个心没有因果的啊，它没有因，它没有果，因为它超越了所有的这个因果的方位，所以它也没有。 啊，因果，啊，他没有因果。无筋骨啊，就是说也没有骨头，也没有肌肉啊，无筋骨，就是说他这个身体是不是佛的发身啊？也就是一种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不是像人啊或者终身的这个身体一样，是不是有肌肉有骨骼呢？他说不是啊，无筋骨。 没有肌肉，没有骨骼，嗯，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犹如虚空去不得，啊，犹如虚空，这没有办法获得的啊，去不得就是说没办法执着的啊，没办法抓住它，嗯，去不得，啊，这个就是。 大圆满也就讲这个、啊，没有别的，就是你们不相信，可以看看《伤师心底大圆满》《文殊大圆满》，在讲什么，就讲讲这个啊。用人类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办法再再再再描述、再形容佛的这个本心了。证悟的人才知道这个是最最最究竟的啊，最彻底的。嗯，正悟的人才知道，不正悟的人呢？ 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还是认为这个这些啊、呃、是禅宗，就是属于仙宗的啊、呃。然后秘法大圆满就是属于属于这个秘法，所以呢，我们啊、呃、很多时候就觉得，比如说大圆满、大寿运这些比禅宗啊、呃、更殊胜、更深奥等等啊、呃。其实这个他讲，他描述这个心的本心这一点上面呢，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但是他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方法不一样啊，怎么样去证悟这个啊？怎么样去证悟？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又入虚空去不得啊？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去这个，呃，证悟呢？啊，怎么样去认识呢？啊，这个时候方法就不一样了，方法不一样，秘法里面呢？ 就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方法，所以也叫做方边称啊，叫方边称啊，也叫做金刚称啊。为什么叫金刚称？这个我们刚才啊已经讲过了，因为众生的心里啊，众生的心中有金刚佛性啊，就是秘法，它就是强调这个金刚佛性，所以它的它的这个。 密法，密法的这个很多东西都跟都都或者这个前面或者后面就有“金刚”这两个字啊，也叫做金刚乘啊。为什么大乘、小乘、人天乘、金刚乘啊？为什么叫做金刚乘呢？它因为它强调啊，这个众生的心中有金刚佛心啊，它强调这个，嗯，它不讲这种。 他不讲这种啊，端出我们的这个烦恼，然后再换一个新的东西啊，啊，这叫做佛。他不会这么认为，佛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有啊发现而已。如果你发现了，证悟了啊，那就是所有问题啊，所有问题就当下就可以解决了。除了这个以外啊，就就不需要别的啊。 这个，除了秘法以外呢？啊，这个禅宗也在讲啊。我们再看看禅宗里面怎么讲，《大梦学门论》里面讲啊：若见心即是佛；如果见本心啊、呃，这个见本心就是真无啊。若见本心即是佛，不见心即是众生啊。如果不见心啊，如果这个不真无。 嗯，那这就叫做众生，这叫做众生。众生跟这个佛有什么区别？就这个区别啊，它没有其他的区别，它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呃，坚心就是指这个啊，证悟了自己的心的本性，证悟了自己的心的本性啊，就叫做佛啊。没有证悟了自己的心的本性，那么这个就叫做啊，叫做众生。 除了没有，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众生啊，没有没有区别。若立众生行，便有佛心可得啊。如果原理了众生的本心，那就是没有佛。嗯，众生的本心就是佛心啊。咳咳佛尽在何处啊？佛现在在哪里呢？众生即是佛心也啊。佛在哪里呢？佛就在我们的心中啊。 佛就在我们的心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本性就是佛，所以叫做佛在我们的这个心中，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咳咳这里面啊，禅宗里面也就讲啊，也也就讲这个，呃、啊，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啊，此行五心想，五因果，五经骨，犹如虚空。 去不得啊！这些都是大圆满的词啊，大圆满词咳咳。啊。现在我们就讲这么几句话，你们能不能证悟？不能证悟啊。那如果听了这些不能证悟，那就讲大圆满也不能证悟。大圆满就这几个字啊，也不能证悟。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好好修加心啊，修加心，一步一步，逐渐逐渐的。 啊，靠近啊，这个心的、心的本心，才能够啊，才能够证悟。嗯，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说，密时六识无云界时烦恼胜思法啊，就是当我们迷的时候啊，当我们还没有正悟的时候，当我们还迷茫的时候啊，我们的六识啊，言而必思是啊。 五十呃，六十无云，皆是，全部都是烦恼啊，生死之法，也就是无常的法，嗯，密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五是，六十无云，皆是涅盘，生死无生、呃、死法啊。五的时候都是啊涅盘啊，这个是五和密以外啊。 就没有这些这些这个这个时间啊，是佛这个时间清净的世界和不清净的世界就这么一点点的区别，就无和密的区别啊，众生和佛也就是密和无的区别，烦恼和佛的智慧也就是密和无的区别啊，所以密法里面呢啊。 修生气次第的时候呢，要求我们自己观相为金刚萨埵，要求我们自己观相为佛啊。然后我们普通的这种现宗的这个简洁啊，来分析的话，这个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把我自己观相为佛呢？啊，咳咳但是啊，从像像禅宗啊这样子的这个高深的这个仙宗。 或者是密宗，或者是结于先宗先密直见的啊，这样子的话，从他的角度来讲，然、啊、后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悟了以后呢，我就是金刚萨多呀。悟了以后呢，我自己就是本尊了，所以我为什么不可以观想为本尊呢？那我的身体是本尊，实际上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啊。我的身体是现在的这个有漏的这个。 啊，这个身体其实是不真实的啊，不真实的这个，这个呃、啊，这个是不真实的现象啊。所以我修的时候呢，为什么不能啊，根据真实的东西啊，根据根据真实的情况来修呢？啊啊，为什么要？这、就是因为，因为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按照我现在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根据这个不清净的啊，结论去修呢？ 啊、哦，所以秘、嗯、法的这都是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然后什么无柔、无干露这一类的东西，也就知道这个时候就知道了。正物的人来说，无柔不是无柔，跟无干露也不是无干露，但是呢，他的这种境界还没有啊，还有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提升的空间啊。 还有提升的，还有这个肾气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这种无肉无感露，路对他的这种啊进步啊提升有帮助，有帮助。他是为了这个而啊接受啊，这些都是道理，都是这样子。这种从这种像禅宗这样子的这个发高深的发来看的话，那就是知道先密都是一样的啊，因为。 因为这个众生和无众生和这个佛只有密和无的区别，所以啊，区别不在外边啊，不在外边，而在自己的心里面啊。所以还有，我们可以再再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大漠无心论》啊里面的一句话几句话：吾王相识，一心是一佛国，啊。 就是没有王相的时候，王相是什么呢？王相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世俗的这个理解，王相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啊，这些执着都叫做王相，在佛教里面都叫做方王想啊。没有这些执着的时候，也就是说正午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是没有王相的时候呢？就是正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心的本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 一心是一佛国啊，每一个念头都是佛国，就是清净的差度啊，清净的差度。比如说像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这样子的差度啊，我们自己的心清净了以后呢，心清净了以后就看到的都变成了这个佛的差度，就是像就像大地菩萨。 啊，巴地菩萨，因为他彻底的断出了这个烦恼，所以呢，他从巴地菩萨啊就开始，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而是清净的世界。这就是说，一心是一佛国啊，有王相是啊，那有王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一心是一滴鱼啊。 疑心，当然，这个这个地狱呢，不一定不仅仅是不一定是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的地狱，就是说插土的这个佛的插土的堆立的啊，是什么不清净的啊？这里这个地狱应该是表达一个不清净的啊。啊有王相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念头、每一每一刹那的心啊，都是地狱，都是不清净的。嗯。 众生造作妄相，以心胜心啊！因为众生呢，他造作了各种各样的妄相，各种各样的执着，所以众生的心啊，以心啊胜心，就是说妄念不断的生啊，产生这个妄念，又接着另外一个妄念，另外一个妄念又导致更多的妄念，这叫做以心胜心。 故常在地狱，所以呢啊，经常都在地狱，也就是说，经常都在不清净的世界当中。菩萨观察王相不以心胜心啊。菩萨观心正悟了以后呢，啊，正悟了以后呢，每一个心啊，都正悟了，都融入了法界啊，变成了智慧，所以它不会以心胜心。 古唱在佛国啊，所以都在这个佛国清净当中。若不以心生行，则信心如空，念念归净啊。心心如空是什么？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当下啊，就是自解脱啊。大圆满里面就讲大圆满自解脱啊，无垢光尊者尊者的这个三自解脱。 啊、呃，当中有一个叫做这个，啊、呃，这个自解脱，就是这个意思。自解脱就是王相出来的时候啊、呃，如果真悟了，那么王相他自己他不会心生心，他自己，啊、呃，产生的第二个这个刹那的时候，他自己啊、呃、自解脱，也就是说他自己啊变成了智慧啊、呃，他就变成智慧，所以啊。呃 不若不信生行，则信心如空啊，真悟空心，每一个念头都真悟空心，真悟是空，它真悟它是空心，念念归经啊，清净啊，每一个念头啊都回归啊最平静的状态，这个平静啊，它不是不是这个四禅八定，就是本来的面目啊。 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啊，然后从另一个佛国，然后又走到另外一个佛国。若以心生心，则心心不净，念念贵动啊，动就是不清啊、呃，不平静啊，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杂念啊。这样子的话呢，从一地狱离一地狱。 啊，这样子，所以所有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啊，所有的清净和不清净，都啊不在于这个，不在于这个外面啊，都在于自己的内心当中。嗯，但是呢，这些诀窍啊，就是在密法里面讲啊，密法里面讲，这个是最最最顶尖的啊，这个佛教的观点。但是呢，我们理论上可以这样子学。 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啊靠近这个最顶尖的这个境界，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啊？怎么样亲身体会这个最顶尖的这个境界呢？嗯，那还是要得一步一步来啊。所以，如果想啊体会啊这个呃境界啊，如果想啊这个心心如空，念念归净啊。 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先修出离心、菩提心，一步一步的修，啊，一步一步的修，才能够才能够证悟啊，否则的话，就是我们经常都是啊，临时抱佛脚，然后呢，一会儿有专山啊，一会儿有这个又怎么样，啊，这些都是不解决问题的，这些都是不解决问题的啊。我们经常都是像像什么观顶啊、灰供啊、呃火供啊。 经常搞这些新事啊，这些新事上的这些活动啊，其实关顶当然啊，珍贵的关顶当然是非常好的，这个必须要、必须要、必须要去守关顶啊。然后呢，真正的悔宫也有非常大的功德，但是我们这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的关顶啊。 他是一个形式上的官定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自己也不懂什么叫做官定啊。然后，官定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官定的资格，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不官定啊，从来没有官定，为什么不官定？因为我知道没有这种官定的这种资格呀，所以不管定的啊，所以不管定的。为什么不官定呢？啊，就是。 就是因为嗯不没有这种资格啊，因为所以就是不管定的、啊、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观定，我随时也可以做呀，这很简单的，我也会啊。但是我认为这个这种形式上的观定，这不是其实其实其实不是观定啊，这个是没有什么意思，没有实质性，还不如一个处理性菩提性啊。所以这个啊。 没有实质的，没有没有这些实质意义的这些这些东西，我们最好还是少接触吧。啊、呃，我们经常就是这里有活佛，那里有活佛，然后这里灌顶，那里灌顶，最后啊、呃，最后我们自己真这些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些实质的东西啊、呃，就是学佛学了这么长时间啊。呃 追了这么多的这个活，就是活佛像追星族一样的去啊，见了这么多的这个什么活佛上是转了这么多的善啊，然后最后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思考的题啊，放下了没有啊？当然没有要求，我们没有要求这个啊，这个绝对的方向，这不可能的。但是相对的方向有没有啊？获得啊。 也不可能绝对的活着，绝对的活着就是成佛啊。相对的活着有没有啊？变化也是这样，改变也是这样子。相对的改变有没有啊？这些都没有，所以我们这样子学佛就是，实际上这个没有太大的啊，没有太大的意义。嗯，然后我们在这边学一点，那边有学，这边观点，那边观点，然后有就是有有有求这个法，有求那个法，然后最后呢？ 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给你怎么样讲课，任何人都不知道给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引导你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招了招了十多、二十三十、十一百多个多个医生啊，然后这里看病抓药，那里又看病抓药，那是这样子以后呢啊。 就是这个，任何人都不知道，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这个治怎么样治病，怎么样，这个这个厨房怎么样开，谁都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子，以前就以前的真正的这些学佛的人、修心的人咳咳，啊，他们不是这样子，嗯，他们是一心一意就学一个法啊，学一个法，他成就了，他成功了啊。我们不是这样子啊。 啊，我们就是啊，经常啊去就这个观点那个观点无数的观点啊，然后又出这个法那个法，无数的法，但是一个都没有修。所以，我们最后啊，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没有没有这个心心如空，念念归经，啊，这都没有。我们不正悟的原因，其实是是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不专心啊，不专心学佛的这个方法从源头。 啊，第一天的时候就错了啊，从从本质上，从开始的时候就就就走错路了啊，然后就是没有这个结果。如果佛法啊没有走错路，专心投入，绝对有有收获的，绝对会真悟的。嗯，但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这种学佛的方法，只能啊，只能就是减少一些我们的这些过去的罪业啊，然后呢？ 能够就是啊，积累一点资料配一点福报啊，就只有这样。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目标也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只有这样子的目标，所以我们学佛方法也就只能这样子啊。如果要真正修学学呃，真正想解脱的话，那就不是这样子的啊。专心修一个法啊，一个法啊，修好了以后呢。 然后再修另外一个法，过去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啊，过、呃、去的上师他们啊、呃，就是给他们的弟子，就是讲一个很简单的法啊、呃，看他怎么样去修这个法啊、呃。然后他讲的啊、呃，上师讲的法其实不是一个很高深的法，但是呢啊、呃，他们的学生就是把这个这个法当做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珍啊、呃，非常的这个深奥。 然后很珍惜，然后很拥贡的去绣的话，然后他就知道啊，这个人，人人是有根基的。他如果高深的法，最后的这些诀窍给他穿，他也一定会一定会珍惜啊。他觉得这个很珍贵，所以他们会穿的。嗯，然后呢，比如说像出离心、菩提心这样子的法，穿了以后呢，啊，不懂得珍惜，然后就像就像要更高的法啊。 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些上师也知道，如果我更高的法给他传了，他也是这样子啊，他也不会珍惜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不会传的。<coughs> 所以佛啊，怎么样转法轮，也是不是佛来决定，而是众生自己的根基来决定。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啊转三次法轮啊，就是因为众生的这种根基的这个差别啊，就讲。 三次法论啊、呃，然后，然后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如果不不根据啊，不根据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啊，不根据众生的根基传啊，随便传，那、啊、这个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的行为。如果真的想利益众生，让一个人啊，在佛法上。 啊、呃，就是希望有一点进步的话，那就是要针对这个人的根基啊、呃，一步一步的这个讲引导，这样子才能够有有收获啊、呃。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啊、呃，很多人就一开始的时候讲，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就是有些、有些、有些居士连无加心没有修。 连出离心都没有修好，然后就到了藏地的什么某一个活佛给他传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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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深的大圆满的法，然后回来说自己开悟了。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搞笑的。藏传佛教不是这样子，佛法都不是这样子啊咳咳。这些这些这些都是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不是不是真正的学佛啊。这个里面我觉得肯定是有其中有什么其他的啊。 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学佛啊，真正的学佛不是这样子。真正的学佛，比如说，比如说某一个人来向你求大圆满啊，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出离心、菩提心，他根基根本的，嗯，没有办法这个了解他的根根基。他学佛的背景连这个都不知道啊，直接讲大圆讲什么大圆满？讲了有什么用啊？没有意思的。嗯，所以这是。 然后还有就是官丁也是这样子，官丁是要付出代价的啊，付出什么代价？官丁就必须要守密成节呀、啊，嗯，如果密成节啊，密成节不守密成节的话，那这个灌了丁到底是对别人有利还是有害？这个说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不观察这样子，就是给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大圆满呢？一开始的时候这样子。 啊，官、嗯、定是不负责任的。比如说，我们像穿一个巨石无解，都要反反复复的讲啊，这条解能不能收啊？那一条解能不能收啊？啊，连一个巨石无解最简单的也也得要大让大家反反反复复的思考，让大家自己考虑啊。密城解十四条根本解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个根本就不考虑它能不能收，就这样子官定，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啊。 然后大圆满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根本不是为了佛法，啊，根本不是为了佛法，为了什么？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不是为了佛法，这不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嗯，嗯然后呢，这些就是这样子，就连初离心、菩提心都没有修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 一开始的时候就去这个修什么最高啊？要想听这个最高的法，像大圆满大、大手这些人，我也觉得他们不是想学佛啊，他们不是想成就，他们不是想成佛。这个时候，那为什么？这为了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咳咳。所以佛学佛，他有他的方法。如果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方法没有错啊，稍微用功，那就是绝对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啊。 为什么我们学佛这么多年是没有收获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因为不专心啊，因为不专心，从来都没有专心去修一个法啊。然后就是经常都是就就有这里观定，那里观定，这里听一个，那里又听一个，然后最终一个法都不专心的修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最后啊，最后我们学佛十年、二十五、十年，如果没有没有任何的进步，那最后就是。 还是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学佛的方法没有对啊，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佛的、啊、呃呃呃这个呃禅宗和这个大手印啊，他们讲的啊完全是一致的，就在讲一个就在讲一个内容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想真悟的话。 啊，如果像真武的话，那就我们刚才讲的啊，官定不需要太多了，嗯，官定不需要太多的官定，嗯，然后呢，这些心事上的这些很多很多也不需要太多了，嗯、专心的修啊，专心的修，就是修心，修自己的心，从人生难得啊，从这个地方开始一步一步的修。 然后不可能没有收获啊咳咳！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修法，就很难，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讲。讲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反正就给大家讲一个公，就大中华的东西啊，就只能这样子啊。因为这些人不是专心修一个法的，这些人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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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里关的，那里关的，然后这儿听一个，那里听一个，然后也不修，然后也不会一步一步的去修，嗯。 嗯、所以这，这是这这这些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啊。好、啊，这是第二啊，这就是讲我们的心的本性是这个大乐人云之成。然后第三啊，第三这个下面的呢就讲这个简洁修心和行为，就这三个啊，这就三、嗯。然后呃，然后首先是讲这个简捷。 因为啊，因为这个呃呃呃，因为无所作意的无所作意的这个呃境界，呃，没有任何的这个呃所愿没有任何所愿的希论，所以啊、呃，大乐人人云自成啊，这个意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这个一个一个我们再解释。 第三就是说，首先是、嗯、讲这个“立变”、“呃朝思”啊，这四个字怎么解释呢？“立变”就是远离一切边缘，这个我们知道啊，有无啊、呃，非有非无即有即无，就这四个边啊，远离这四个边，这个大家知道。嗯，“超思”是什么意思呢？超越所有的思维啊，就是这个意思。 呃，这个就是在《六足坛经》里面讲的不死“不可思，不可言”啊。为什么不可思呢？因为它超越了思维啊，因为它超越了这个语言言啊语言，所以叫这个叫做这个不可思不可言啊，就叫做超思，超越超越思考思维啊，超越思维，所以叫做。 利边超四，这个是这四个字是大圆满、大手印等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无上秘法里面呢，经常都出现这四个字啊，意思就是这个《六祖坛坛经》里面讲的不可思不可言，就这个意思。圆理一切边缘啊，超越所有的这个思维，呃，这个真我，这个真、呃这个、物。 嗯、真悟绝收，绝收，因为这个绝收，它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呃，没有任何的这个，呃，偏放啊，偏放，就是说它没有某一个方面啊，它不在于它不多某一个方面，比如说有或者无啊，或者既有既无等等。 他不不不夺任何一个边或者是任何一方啊，所以叫做这个不不不偏放。嗯，他不偏放就是这个意思。嗯，因为他啊，对这个立边超司的绝手因啊、呃，因为立边超司的绝手没有啊，没有没有。 没有片方的析论，所以大乐人云自成啊，就是这个，这就是讲间接啊。当我们证悟大圆满的时候啊，证悟大受音的时候，或者是证悟这个顿悟禅宗的明心见性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大体上就是说，应该是离别啊，这个间接。 不应该是有，不应该是无，不应该执着有啊，不应该在于无啊等这个四边啊，愿力四边，这四边就是代表所有所有的变啊，愿理四边。然后这个见解啊，我们平时讲这个无我的见解呀，空性的见解呀，其实它已经应该是超越了所有的有和无。 他应该超越了所有的空与空与不空啊，一个这样子超越了，超越了这个所有的啊思维啊不可思不可言，这就是他的这个间接啊这个间接，禅 <coughs> 宗的间接也是这样子啊。 嗯、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间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只能啊自己证午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证午的时候就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啊离别、潮湿，哦原来是这样子，他自己就知道。嗯，嗯但语言讲就只能这样子啊，啊，呃、没有希论，这个是第三，嗯。 第三啊，第三就是讲这个、呃、他的，嗯，第三就是讲这个他的，呃，见解啊，见、呃、解是真悟了这个远离一切戏论、远离所有执着的啊、呃、空性的时候呢，啊、呃，空性说到空性的时候呢，又回来了，就是就降到空，就是降到空与不空的空啊、呃，但是。 它实际上要表达的呢，它不是空与不空当中的空啊。但是那为什么要说空呢？啊，这个就用语言啊形容的时候，表达的时候呢，那就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子表达，只能这样子表达的。所以、嗯，所以我们啊，呃呃，这个仙宗里面也讲啊，尤其是密宗里面经常讲，我们用十手指头。 指月亮，指月亮的时候，就不要看手指头啊，就是看这个我们手指指的这个方向啊，才能够看到月亮。如果看到去看这个手指头，那就看不到月亮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说了半天说，说这个空与不空，什么都不是，最后又说空啊，那、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就是说啊。 空与不空都是喜轮啊，这个是它的正式的意义。最后又说空啊，这个就是应该不是前面的这个空与不空的空，这个就是代表啊，空与不空所有的这些啊这些执着，所有的这个思维啊，所有的语言啊，都都这个呃消逝啊，所有的语言。 啊，所有的这个思维都消失的时候啊，都都都失去它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呢，这就是说明稍微这个离本心啊靠近一点点啊，这样子。 所以这个间接是这样子，大圆满的间接，大收印大禅啊、呃，这个禅宗的间接都是这样子啊、呃。这个我们也可以去阅读一下这个以前的禅师们的这个语录啊，完全就在表达这个意思啊、呃。禅宗这样的有很多时候都不是呃，不是不一定是很清楚，它不一定是很直接的表达，就是里面有禅意啊、呃，很有禅意的啊，呃。呃 有些时候呢，也有一种很很这个不一样的方式啊、呃、去表达啊、呃，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讲的内容呢啊、呃、就在讲这些，这就是正务，这个顿悟啊顿悟，这是他的间接啊、呃、间接，然后我们今天啊、呃、就讲到这里啊，讲到这个间接啊这三个是特别重要啊，密法里面也就讲这个啊密法的这些核心的。 呃呃，这个见解或者核心的思想都是都是这些，其他的就讲这些一些方法呀，升起之地呀、圆满之地呀，包括念咒啊、收音呐、啊、念咒啊，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这些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啊、呃，为了这个靠近这个见解，都是为了。 啊，体会这个间接啊，就是这种各种各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逐渐的靠近啊，这个间接，最后啊，就证悟啊，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三啊，今天我们就，呃、啊，讲到这里。 Chibimzulinduadushu Om Ahum Banjirangar Bhamasudhu Om Ahum Banjirangar Bhamasudhu Om Ahum Banjirangar Bhamasudhu